我们来开箱礼物吧。第一个礼物是谁送给我的礼物？这个是 CMP 送给我的礼物，气垫开盖有 surprise。哇，谢谢你！哎，你们看不见，上面我以为是什么惊喜呢？我以为你是给我做了一个什么特殊版本的，然后什么它那个粉扑上有我的名字。上面有 Austin HBD， 谢谢，收到了你的祝福。是他们家蜂窝气垫霜，就蜂巢气垫霜，就是性价比又很高，而且它的妆感又会很自然的一个气垫霜。然后这里，这是我见过最浮夸的贺卡，我的天哪！三二一，九，哈哈哈。一个蜜蜂飞出来了，这什么意思？我念不出来，我念不出口，我觉得过于做作。我要我的主播话筒，你如你可以的，我不可以。你的夸李佳琦如微风般清澈的声音在耳旁萦绕，像花朵般灿烂的笑容在脑海停留，让相同的日子里有不同的期待。新皮如蜂胶精华点亮肌肤，你用真心点亮周围的世界。所有女生的佳琦生日快乐！谢谢 CMP， 我的天，你们看，这是 CMP 用他们家的蜂胶精华做的一束花。哎，这是冲天炮，点火拿打火机给我聚吧。这个蜂胶精华是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用，就是它除了稍微贵一点点，毫升数稍微小一点点之外，没有别的缺点。因为这款产品确实是我认知到的 CMP 的产品，是从就是肌肤内层，然后帮助你去修复好你的皮肤，然后帮助你的皮肤来做好保湿补水，就从内而外就点亮你的肌肤。而且这瓶精华在韩国当地都是受到当地女生的一个追捧，而且它的精华的质地是很清爽的一个质地，完全不油腻，就是轻轻一抹就可以抹开了，真的超舒服。如果你们喜欢那种不会让你的肌肤有负担感，但是可以从内而外帮助你调养肌肤的一瓶精华的，你可以选择 CMP 的蜂胶精华。那下一个 Wow Dior 来了，哇，很久没收到 Dior 的礼物了，掐指一算好像有两个月了吧。哇，它上面有 Austin Lee， 它印了一个名字， Oh my God， 我的天哪，就装它的。我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旷野男香了，这瓶男香很好闻，这瓶男香真的超好闻，给你们闻一下吧。我觉得这瓶男香就是所有男人都可以用的一个味道，而且会让你感觉很舒服的一个味道。然后这里面还送了我一个旷野男香的同款的沐浴露，哇，这是什么？他们家新款的腮红，还有很多的颜色哎，蓝金腮红。他们家限量版的就是把那个 Dior 那个字做成了一个圆圆的，这是什么？这个我知道是什么，迪奥润唇膏。Oh my god， 来限量版迪奥限量版的润唇膏，变色润唇膏。这个是刷子，迪奥还有刷子哦，我的妈耶！用迪奥的刷子化妆是种什么体验？你摸一下的毛，你说迪奥普通，你疯了？不是，你可能感觉不出来它的高级。我可能它的毛就是它的毛就根根分明。看看这盒里面是什么？全套护肤的话，我会非常开心。迪奥花蜜系列，我要拆开给你们看一下。我可以抽，因为我有他们家全套。哦，不能抽，这个不能抽，对不起，我搞错了，这个不能抽。你知道这瓶什么吗？这一套很贵，一万多块钱。我在法国，我自己买了一套。哇哦，最高端的花蜜精华，而且它是每一支都是不同功效的，手用三瓶用完了你就变成花仙子。你真的很懂我吗？哈哈哈，我何德何能可以收到他们家给我的礼物啊。这是来自瑞士的法尔曼，他给了我他们家差不多全套嘞，这一套加起来一万多吧，五位数以上。 这几颗夜明珠就是也超贵，我跟你说这一颗价值连城，不得了。我跟你说要炼丹了，放在我的就给你们说个它的故事吧，好吧，因为我这个不是全套都用过，因为我真的没有就全套拥有过法尔曼。因为这款产品就是我上次去西班牙，我去巴塞罗那的时候，然后我住那个酒店的楼下就是法尔曼的就是 SPA 馆，然后我就亲自花了3000块钱体验了一下法尔曼的全套按摩，然后按摩完了之后我就说了一个字，好痛啊。因为他们用了100张毛巾给我擦脸，就洗完脸了之后就开始用一个毛巾帮我擦一遍，然后洗完脸了就把毛巾擦一遍，然后打湿了就用毛巾擦一遍。我感觉那个整个按摩巾擦了100张毛巾，而且那个面膜敷上去的时候，我是感觉刚刚敷上去是会有点点微微的那种刺痛的感觉，但到后面的话哎还好，但是整个提亮肤效果很棒，就是美白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厉害。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那我只能体验了之后再能告诉大家他们家的东西怎么样。哇哦，哎，这个可能是刚刚那么多产品里面这是最贵的一个，就是永生花真的很贵，一颗按300块钱算，所以旺旺这里有多少颗？256，一颗按300块钱算多少钱？6万块钱左右。哇！
Oh my god！ 我跟你说，我以后把它直接放在我后面，就不要口红墙了。天天你们看了一打开直播就是 Oh my god！ 你们一打开直播就是要买它。谢谢 Rose Only 送我的礼物，这是永生花，应该不会坏，可以放很久的。就是你们那个熊，我也很想拥有一下，就是我可以换一下吗？我可不可以换一下那个熊？对，这个很特别，这定做的。那下一个，这是什么？茶铃。哇哦！My dear friend Austin, Happy birthday！ 谢谢。所以这是老板的名字，给李佳琦的特别致辞。哇，他们家这个也太高级了吧！我也想用这样子的东西去送别人礼物。云南啊，我跟你说，我去了这里，云南他们的雨林，你们可以看看这个云南的雨林，天子山，这是一片再造雨林。所以你们的就茶铃的香水的东西和他的护肤的东西全部从这里面出来的。茶铃创始人 CEO 伯乐先生亲自送上的诚意祝福，环保可持续发展陶瓷补充装的茶铃精华水跟按摩面霜。你们看一下，我的天，就它这个外面是用陶瓷做，就是中国风的一个感觉，是那种陶瓷瓶。这个是面霜，这他们家面膜还是面霜，我要看一下，等一下。然后这个是直接可以把它就是拔出来，然后可以把这个再换上去。然后包括这边是茶铃的一个四季面膜，这瓶是茶铃的 Pro 精华啊。好，我们来看下层有什么，就是 DIY 的一个东西是吧？就他们在用这种很好玩的东西去来做 DIY， 就是来做一个可持续发展跟保护古树普洱茶。这是他们家的那个杯子，帕尔玛的礼物。Dear Austin，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你按时长大。百年香氛品牌帕尔玛之水，用源自地中海的香氛灵感，为你开启感官寻味之旅，让经典意式优雅与你相伴。于方庆音韵间，将美好一一镌刻。这个太有文化了，这么大一个啊、哦、香薰。然后这是他们家帕尔玛的地中海的淡香味丝柏香，这个是帕尔玛送给佳琪的香氛蜡烛，这是我最喜欢的加州桂与淘金娘。护手霜，然后香水，然后他们家那个身体喷雾，然后这是他们家一组的帕尔玛系列的加州桂与淘金娘，是我用了很多瓶的香水。我觉得这个盒子好好看哦，就地中海那种很明艳的感觉。好，来看这个香氛蜡烛，我们看一看，就是有点柑橘再加牛奶香味的，这个好，但是很好看，黄色的。哇塞，这瓶也太大了吧。是他们家的香氛，就是可以把它放在家里面用的一个香氛，也很漂亮。这个黄色，这一瓶是什么？蓝色地中海吗？不是加州桂，它是丝柏香，是一个我觉得很优雅、很舒服。快帮我闻一下，里面有个东西，我觉得好熟悉，是木头，是一个木头，对，有点檀香木头的味道。这个味道好好闻哦！我的天，阿玛尼来了，这什么呀？最新款的，哇哦！高定私藏的贵族香氛，我的香水墙又有新成员了。这一瓶是他们家的玉龙茶花，然后威尼斯柑橘，然后栀子花。我最喜欢的花就是栀子花，它没有栀子花的味道我就要打它，是栀子花。好好闻这瓶，还有米兰玫瑰以及伊甸园无花果，还有岩兰草。岩兰草为什么这么感兴趣这个名字？它是一个凉凉的清凉清凉的味道啊，它是真实的会把那个草碾碎了，然后那个草的那个汁水出来那种味道，对不对？就在手里面这样把它碾碎了，就有那种汁水的味道。这个真的太好看了，谢谢阿玛尼。还有吗？重头戏，我真的觉得有一点点浮夸，是送了一个热气球给我吗？这已经出话了，老哥。哇，我的天哪！亲爱的佳琪，总能抵达，总有梦想，像野兽一样去爱去生活。好的，这句话太感动了。小王子茶具，这是一个茶壶，好好看哦。看这里面是什么？哦，这个好好看。这个水杯是小狐狸跟小玫瑰的水杯，有没有？太用心了，对，太用心了。好可爱哦，这车载香氛，这个是一个小飞机，然后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后面的热气球。小王子的马克杯，两个马克杯，小王子的盘子在这边，小王子的四件套，今天晚上立马睡。Oh my gosh！ 你们家这是小王子跟他的狐狸。那我来盛什么？这个好好看，小王子的玫瑰的永生花，这个好好看哦。哇，哎，好酸。哇哇哇哇！这又有一个。这个更梦幻吧，这个粉色。哇哇，这什么？这也太浮夸了吧。这真的是水晶。Oh my god！ 我的天哪，夜明珠来了，这最值钱的夜明珠。好漂亮哦。好好看哦，这个水晶球。睡衣。这睡衣我可以。哦，这个睡衣太好看了。哎，我知道这是什么，也是派人发信给我过，你知道它是什么吗？你猜对了我跟你说，随便挑一个你。我想不到。你到底是谁？连我的尿垫，狗窝。
这是给 Never 的被子。不必吧，我觉得他们老板说说这是给 Never 盖的空调被，我都没有你们家的空调被，为什么要给 Never 准备空调被？谢谢野兽派，谢谢大家。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每天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然后我也可以把我的快乐跟那些礼物分享给大家。谢谢你们送给佳琪的祝福。